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小妈妈。今天我们来家族旅行，我们又来宜兰，最近一直狂来宜兰。我们今天要来住的是光之旅的，它以前呢这里是一个灯塔，然后现在它就是改建成那个民宿。它每一间房间呢，就是都是说海景套房，都非常的棒哦。那个 view， 我们今天这一间呢，算是 view 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了哦。整个光之旅的房型就是三种：豆腐夹、无敌海景跟跨港大桥。那豆腐夹跟那个跨港大桥是可以有这个卧榻，睡两个小孩啊，或者是大人也可以。听说四个闺蜜的话住这样的房型也是 OK 的。它这个床都是 king size。这个光之旅的特点就是什么？你连泡澡都是在看海。呜呼！就是等一下呢，一定要来这里泡澡，不穿衣服，背景就是海这样子。我们现在的房间是二楼，二楼对，因为我们这次家族旅行，所以我们又先把高楼层的房型留给长辈。对，那然后按照辈分排，我们就到二楼。对啊，晚一点我们再去拍比较高楼层的房型给大家看，房间看出去的 view 比较美。我们把，对，我们这次订了八间房间，501豆腐夹，402无敌海景，302无敌海景，503跨港大桥，这是跨港大桥房型看出去的面向。哇，这是民宿，它下面有一个推杆的小场地，旁边就是海边，两个三岁小孩也玩得不亦乐乎。哇哇，小心啊小心啊，这样不分龄的活动一群人一起玩真的很欢乐。在旁边就有附球具跟球，就可以直接下来这里。哇，推个几杆。看完设施后，我们换来看早餐如何。早餐呢，它是一个这样子，就是一样一楼的公共空间，然后就是每个人有一套早餐嘛，然后还有一些咖啡，还有一些咸粥跟青菜，还有豆浆。是可以自己取用的，对。接着来介绍民宿周边景点。豆腐夹风景区是全台最大的沙景地形，湖状凹槽面向海洋，礁岩状似豆腐，一旁的海岸步道走起来超舒服的。走到豆腐夹旁边有一个步道可以散步过来。哇，夕阳，我先帮你们拍一张照，看这边，一二三，背后就是我们的光之旅。对，嗯，今天天气很好，拍起来很漂亮。对，然后豆腐夹这边有一个网美拍照的景点必去，我们现在就去拍张照，走。大家都会坐在那个窗边拍照。以上就是刘氏家族在光之旅的记录啦，拜拜。宵夜时段跟没来的家人视讯喝酒。还有个女儿以后会